升家己，予天顶炸令牌离开西九岭，刷落来了天顶，就要来拍开妖灵的大门，探访宝藏的秘密。同一个时间，乌影人的计划嘛要进行下一步的行动，一格过一格的疑问，将来安怎样发展？兄官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五回，二十八宿会的意志。哇！多谢。哎，多谢。没问题。调好，好嘞，哥仔。警官叫阿姑。嗯。哈。嗯。
什么阿姑？叫做红姑粿，嘛甲差不多。两百你无提出来，天平，紧走！
やめろ。
来二十八宿会只是骗局，打下病西甲清风啊，根本就是刀电的妖孽，联手要杀害抗日志士。刷落来，清风搁四界咧放风声，互大家就是聊天顶则是三脚一本人的走狗。啊，刀电摕到三块令牌了后，就要来去妖灵抢夺宝藏。聊天顶敢有法度阻止一切的变化，搁再洗清家己的枉屈的。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六回，期待警察一追击。